第一间来到靠的一个小镇，这间的位置在中央，庙名为西明寺 Buddha Jayanti Temple。这里就是主殿，有两尊鬼王坐镇。来绕着庙的八角走一圈，这些是星期佛。这间就是地基主的屋子，这边是泰国的师傅，中间那间是弥勒佛。进入大殿前会有两尊鬼王，这里是主殿里面，走过这里就是给自己加持了。